该降半级了吧？这不是二级降半级？哎，它、啊、这个是顶尖的牌招牌啊。两个都是吗？这是味觉吧，这顶新的。江半起的总统府加上黑心油的背景，创作者周天渊利用幽默诙谐的手法，描绘出黑心企业、政党轮替、不良建商等时事，表达大众的心声。而这一幅幅令人莞尔一笑的作品，也吸引许多民众的目光。以画那个时事为题材，我就渐渐一直走到，都是画我们日常生活上，像譬如现到现在我们遇到的。黑心油事件，啊，那什么，像什么 UMP 啊，还有那个财团的什么黄金十年啊，啊，我都把这个题材都用想象的把它转换为画作。成立十多年的原生画会是由二十多位非科班出身的学员所组成的，每位学员都是从零开始，靠着指导老师采开放式的教学风格，带领学生走入油画世界，并透过相互学习，发挥自己独特的风格跟特色。那原则上，我对学生来讲的话，就是说给他们一种自己的空间，哦，就是说你先去找寻你自己想要走的，哦，想要表现的东西。那当这中间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，我只站在协助跟指导的立场上，哦，那我不干涉你在绘画里面的任何因素。画会也指出，技巧可以训练，但对人生的观察除了靠天分，也需要生活经验的累积。而近期在港区艺术中心展出50多件精彩丰富的作品，也希望趁此鼓励民众，只要有兴趣，都能够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记者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。